血流如注，用喷的，都喷不掉。徐明安，明安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你这里应该，明安，快来帮忙，就抬不动，就叫人呐、啊，就有没有人啊？好，森哥，你冷静一点，森哥，森哥，森哥，然后叫就，棒，好。森哥过去叫明安的时候，我怕我搭到他们的话，我打电话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搭到。啊，对，好，该打你就打。现在在100公尺外，他推到200。他找没有在镜头里面接？哎，我电话啊，在接物站，接物站第二格抽屉，在抽屉里面放包包里面。好吧，好累。然后走到一半昏倒，胶带很紧。森哥，然后死你就直接趴。好，是啊，好，就你不是头上流血吗？摸我手，要跑过来看你的，哦，这看着血流如注，用喷的，这里看着，一个是喜欢我的人，一个是我重要的亲人，我要救谁？那他当然想救谁？走。想过他就在旁边，他在思考一些重要的事情。他救谁？来，我先躺着，然后你们先试一下好了。等一下，对，我是这样倒这边吗？对，其实那个道具组做了一块大石头，然后上面一个栏杆，看起来它好像会很重，它其实是用保丽龙，外面真的裹了水泥，然后上面的栏杆它不是铁的，它是塑胶管，而且还做了一些处理，看起来非常逼真这样子。好，来哦，来。好，等一下。来，我轻放哈，你如果不舒服，你这个是要故意顶的吗？对，这样不稳哦，不要压到我，不要压到我，不要真的压到我。那很重吗？它蛮重，有点重量，有点重。我在拍的时候，大家也都很小心，因为其实那个东西还是有一种重量，所以他们舍不得那个东西压在我身上，怕我在那边躺太久会痛，所以其实他们很贴心，让那个重物其实旁边是有东西撑着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空间，让我好像看似被压在那里这样子。